阿昌来喽！哇！一心，一心！啊，阿昌，你的辣椒好好！爸爸，你不要怕，有我在。大爷，你老话挡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么大年纪哦，就该我的休息嘛。马上路，马上路。啥嘞？我来路。你驾照得没得嘛？我今晚拿了车，还需要驾照？那有嘞，喝怕喝。你最爱的女人是我吗？当然喽。啥子来着？只要你说话，他就会讲。说哪个？桂花、桂英、桂兰。妈妈。嗯。是我吗？那你前头那些女人是哪个？我亲戚、邻居。哎呀，朋友。前女友。你竟然还想到你前女友，管我怎么爱你？你不爱我？我爱啊！黄大头，那又没得其他人。我有其他人？没得啊。眼前这个愤怒的女人，问了我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。她口中的芳芳到底是把人家被我抛弃的菜花王大芳，还是夏天和我在广场上一起跳舞的李桂芳？哎，等一下，她刚刚过来的时候，眉头紧锁，绝不有你沈红娘。你接她手中藏在两边的扫把，证明她也定有了铁证。王大芳太过久远。你会把只是一首歌的时间，如果说错了，被他扫地出门，我作为男人的尊严该何去何从？王大芳，李桂芳，王大芳，李桂芳，快想啊，快想啊，快想啊！他来了，我把芳芳给带来了，他就是芳芳，不对。神情放松，嘴角上扬，眼睛往后看，明显就是绝不欲生的表现。我太难了。有有有，这叫感情来，你们喊在啥子地方？他们怎么吃你？把你最大的戒指让我看下子。他说我戒指不要了。这不太好吧？客人还在看呢。我生意的眼睛看两眼，看他现在有没有钱，买不买得起？这块戒指我不喜欢，把它让给我的品味的女人吧。这好还可以。珠宝我也要了。我说是不错，就是有点不完整。只能骗骗不懂珠宝的女人。哼，给她吧。哎呀，妹妹，你等她嘛。等到关门嘛，她都拿不出一分钱。我们这个小小的戒指。不用等到关门，本来我就不买。但是你，我刚才不要的戒指，你买得起吗？哼，掏不起。你好，你一桶小品17万。嗯，17万。咋了？你困难？来，绑起来，就在全国卖戒指要绑紧。你好，你的东西，请走。他什么合适？金总，他消费这么多，你这位女士办张会员卡吧。好的。哦，对了，刚刚那位大姐帮我送了一副首饰。这家啥子东西啊？我说我多少次要保持干净，你们全部都是吗？给我等等，都把图形准备好，慢慢给你们算。给我时间，快点。金总，天冷了，多穿点。啥嘞？这条图形嘞？你说过多少次，你还敢买？要钱了，别地方就要，什么地方不怕一这种人？
手机给我。金总，他们要不要告诉他们？不用，明天走就。不欺骗消费者，公平买卖。你还敢买？你说过多少次，这个才不准，不能骗人。怎么个心态来做生意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让他们努力的生活下去。明天开始在我身上也买债，不用要饭，也可以这样来挣钱。凭自己最大的能力，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。谢谢你，我的是自己人，拿下你奶奶自己。有时候你看见的不一定是所有的真相。